不行，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，真的很恐怖。好吧，好吧。我看手。
那个真的要蹬上去的时候，对，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最恐怖，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扶，然后我真的脚是超级抖的。但刚好因为我很喜欢迪士尼的叫泰山的角色，所以为了传承这个精神呢，我都很勇敢的。谢了，我真的很感谢了。我刚才慢慢的笑，我笑不出来了。对，我觉得你有越来越僵硬的感觉。我了耶，对，有压力了，有压力了。好了，现在换依依，准备好了吗？感觉你蛮有信心的、啊，你好勇，有信心吗？这里安全吗？安全吗？教练，安全好，非常安全吧？好，然后喊那个，要喊那个，对，那个口令，口令，那个耶，准备，准备挑战，我开始挑战，我开始挑战，请挑战 ，OK， 好，可以上去了，加油，加油，为你加油，再上去，再上去，哇哦！你觉得你有办法变成一只猴子吗？可以吗？他发出奇怪的声音了。哎呦，很快耶！我觉得他现在装冷静。对啊，那才没有办法，还有办法在上面跳。哎，好远哦！我要自己跳去哦。一二三跳。你要数啊？一、二。而且我很像是总是直接出去，我没有跳起来。你很强耶！我觉得就是都顶了，所以觉得不想要遗憾，那就用力的跳出去这样子。对，最后一刻有坚持。好了，这关就变成是1-0，真的获胜。耶！但是我们的总数是2-1，所以你们还是落败了，要进行惩罚我们的最终大处罚来喽。来到了惩罚时间，我们今天毕竟是一场决胜负的比赛，那今天呢，输家呢就是要来玩我们的恐怖箱，有三个金币要把它找出来，小心哦！拿着奖物看谁先。刚刚其实我本来是在那边，他默默跑我后面，什么意思？学姐扛是不是？好，我扛。来，那你要找出两个哦，两个金币。好，啊，你看不怕，来来，小林先。就好了。Oh my god！ 可以拿出来看看是什么东西。这哪里找来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会是生物吗？是你摸摸看就知道了。啊！不敢！我跟你讲，它不会咬人，不会，它不会咬人，但是是生物，有生物。Oh my god！ 啊，不要不要！不然你就把球拿出来也可以。好，好好好。好来啦，三个极限了 ，OK。接下来开始摸金币，三个东西啊，你必须要手伸进去。金币是什么？打一打。你有什么感觉？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哎。拿金币了吗？拿不到，这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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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在你要负责吃掉？你刚刚有吃掉跟拿金币选一个。你刚刚有摸到？哦，然后呢？有，好了好了，过关过关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觉得你已经开始三个都捞出来了，你已经过了最大的那一关了。真的？对，就是就这样。好，再一个人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里面其实很多个。就这样，很 easy 吧？OK， 为什么搅成这样？没事，就是一些金币跟软糖而已。再买几个金币？还有两个金币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。当学姐压力也太大了吧？没事，展现你学姐的这个气势。软软或者球之类的东西，你拿出来，你拿出来，软软的啊！我觉得我摸到小小很像尾巴的东西，有点恶心。那个软糖，然后拿出来啊，哥，
你把它拉出来。好了，我们真的是在2024年的第一路呢，就各自挑战了大家害怕的东西，然后希望之后呢，就这样就好了。